我现在在里盘梯湖畔度假村的迎宾馆猫魔旅棚，它是个新馆，那价位比较高，比较豪华，做高级路线。如果预算高的话，可以来住，那绝对比星野好。那这边很气派，非常气派。那距离我们五色之城就是一条廊道。那我现在来外面看一下红叶，很冷。冷飕飕的。看到没有？红叶。现在下雨天呢，阴阴的。那前面那边就是我们住的五色之森旧馆，不过房间都还蛮舒服的。那这是新馆，这里就是造型很奇特的，有点像 X 型，应该是，我也不晓得什么形状，反正就是说它是一个狭长型的饭店。走出来就可以赏枫了，因为这边是里盘梯高原，所以比较冷，枫红比较快。